去台湾留学，想吗？也想，但是我们，你知道那个小花吗？哦，对，我也知道这位姐姐，她也去在台湾留学。但是我觉得这位姐姐的中文很厉害。因为在那边留学很厉害的，对啦，你也很厉害的。没有。Hello，大家好。Hello，大家好。是啊，那金阿辉啊，今天我跟阿辉来到个新马切尔的农村，现在去看一个小姑娘啊，她叫小静啊，很漂亮的，很漂亮的个小姑娘，今天就来她家做客啊，玩。现在去她家准备了一些我们的孟康的特产是橘子啊，我们刚刚摘，对，很新鲜。现在就去她家玩。我们现在来到了小静家这边啊，那边该是他爸爸。小祖，小佘呢？rồi em cảm ơn em xin hello chào cô cho nhiều nhiều ví thế cái này chỗ đoạn là chỗ đoạn này đúng chỗ đoạn là ui giời à, đây là bạn là sơ nhỉ sơ đúng không sơ năm nay bao nhiêu tuổi rồi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阿叔。阿叔啊，你等了静音。看我 M 九九，因为我觉得我的越南名字，叫中文不太好听吧，所以呢，我就改叫别的，改别的名字。小叔。阿叔。阿叔叔，阿叔今年呢20岁。我20岁。20岁，刚学好中文。对了。刚学好中文，学了多久？我学了5个月。5个月？中文这么厉害、啊？没有。能看懂汉字吗？也能看懂一点。能看懂一点。对，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字比较中国的难，所以呢，可能是我只学中文的字，所以我看台湾的不太懂。台湾的那边是繁体字。对对。然后呢，中国是简体字。你学的是简体吧？对。没看不了繁体吗？如果没看到繁体，我们给了繁体那个考。难吗？如果我学的时候觉得不难就不难，觉得难就难。写才难呢。对。还有记得很难的。回家多久了？我回家可能到。2个月了吧？2个月了。在家帮父母干活吗？对。有打什么打算吗？还没有。还没有啊。现在正在想。在想，想不想啊？去拍视频。这个要想想一下。有时候想，但是有时候要。我也有我自己的梦想，梦想，还有计划，所以呢。你最喜欢做什么？最喜欢是去学大学吧。学大学，当导游。对，导游，因为我觉得这个梦想比较难嘛。没有啊。học cao đẳng là được mà. Học cao đẳng được nhưng mà tốt nhất là mình nên học đại học để cái bằng của mình sẽ cao hơn còn ra ngoài thì nó sẽ ấy hơn. Đi Đài Loan du học. Xem à? Cũng muốn. Chúng ta, bạn biết cái Tiểu Hoa không? Ồ, đúng rồi, tôi cũng biết chị này. Cô ấy cũng đi Đài Loan du học. Nhưng mà tôi thấy chị này tiếng Trung rất là giỏi. 因为在那边留学很厉害的，对啦，你也很厉害的，没有，在老街，空气在哪里啊？也觉得这个在老家里比较安静吧，比较安静，
这里比较凉快。对啦，在老家呢，这边吧很热的。哎，这次的台风你家会被影响吗？嗯。这次的台风。台风，那给。包。包。có bị ảnh hưởng gì không nhà nhà em? Ở 我们这里台风呢，没有吧？没有啊。嗯，但是我家里被火山吧，是我以前的家吧，嗯、被了老、嗯、老房。老房，所以呢，现在我们要来我哥哥家里住。哦，这是你哥哥家。这是我哥哥家，不是我们家了。啊。Nhà cũ của em ở trong kia, tại vì nó bị sạt xuống xong rồi bị không ở được nữa, thế là bọn em phải chuyển sang đây thì anh trai đi làm rồi á. Thế bọn anh đi ra đấy nhá. À, na nǐ jiā xiān zài shì gēn gě gě yī qǐ zù lǎ. Đúng, vì tôi gě gě đi làm công rồi, nên tôi và mẹ mà, ba ba, và có nhỏ hài, đến đây zù. Na biān bù an quán à? Đúng, bù an quán. Rồi cũng 不能住了，不能住了，辛苦辛苦了。现在就去小叔家的那个他们的房子啊，被那个滑玻璃烂掉那个房子了，所以呢，他们现在不敢住了，就搬到他的哥哥家住啊。他哥哥家就是在那边。现在我们来到了小叔阿叔的老房啊，这边是被滑坡很大的，那天是几号，阿叔？我也不记得，因为这个时候我在老街的，然后我小姐才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家里被滑坡的，那应该是台风之前是吧？嗯，应该是那天下雨很大。对，下雨，然后应该是九号或者八号，上个月啊。嗯。然后大家看，他家的老房被滑坡啊，走，我们去，你带我去看一下你家的老房。阿叔中文很厉害啊。学五个月就会说这么多。你这个老房是有几个人一起住？有我和我妈妈、爸爸，还有我二哥和我姐和两位孩子。那总共是七个吧，差不多七个人。哦，东西都搬出来了。对。哦。哦，你的船，啊，坏了，嗯，哦耶，断了呢，断了，现在，嗯，这个你刚买吧？对，我刚买，看很新呢，好可惜啊，这个应该买200多万吧？嗯，很耐久，对吗？两万，这都ngủ được bao nhiêu tối rồi cái này？ngủ mỗi Tết。哦，过年才睡，嗯，对，睡好几次，就坏了。可惜可惜，哦，这是家里面啊，被滑玻璃，然后那个地啊泥那个它就推进来，好多哎，你以前床在这里是吧？对，我以前我的床在这里，我在这里睡觉。哦。那天你在老街是吧？嗯，我在老街学习的。哦，你的那个侄子是那天在这里睡觉是吧？嗯、对，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就起了。起床了。嗯，起床了，哦、然后他就去外边了，然后才。才滑坡进来。滑坡下来。哦，还好那个是早上嘛。嗯。不是吧？这个是中午吧？中午啊。嗯，中午。还好啊，如果他在这里睡觉的话，就很危险啊。哦，现在他们家都搬到哥哥家住了，大哥吧，大哥哥。是我大哥。啊、哦，你有大哥哥还二哥？对。
你然后有我，还有我一位妹妹。一个妹妹。一个妹妹。那就两。四。两男两女。两男两女。对。哦。这里有好多纪念吧？怀念。对了，有很多都是现在不能住了。这个有没有你的那个？有。奖花，这是我的，这也是我的，很多都是没有了。好，你说啥舞？厉害，学历很厉害，都是最好的。这是以前的，现在觉得没有了。很厉害啊，很聪明，所以学中文才这么快。啊，这个是大米啊。搬来这里、嗯、在下面吧，所以我们、这个东西都要搬出来了，现在没地方住，要住哥哥家了。你哥哥也去外省打工了？对了、他们去南方打工了。南方、嗯哇，好远了，应该过年才回家吧？对，过年他们才回家。这边还有水吗？我也不知道。电还有，但是水不知道了，可能坏了。这个是南瓜，然后这个南瓜是给牛吃啊。小阿叔说是给牛吃的，这个煮汤很甜的。cái này nấu canh ngọt lắm. Chứ thật ra trồng hào tua này, chơi lý hay rồi. Nán qua ở phố sổ qua. Nán qua. Chứ nán qua chủ thang hẳn thiến là Asu.有的甜，有的不太甜。哦，你吃太多了，那。我吃太多了吧。这是阿苏的妈妈。阿苏看像16岁，不像20岁，太年轻了。谁都说我很年轻。谁都说你是，谁都说你很小是吧？很小的。现在我们就去抓鸭，抓鸭，up。阿叔呢也是做油管，阿叔的频道叫什么名字？我的叫越南阿叔，但是我刚开始。刚开始做啊，他叫越南阿叔，叔的叔父啊，所以大家想舒服的话就去看他的视频啊。好，现在我们去抓鸭。这是他的叔叔家的农场啊，然后叔叔在这里养鸭。喂，牛飞嘞！喂，大家看一下，鸭在那边。现在就准备做饭，炖肉。现在就烧水准备宰鸭。这边呢，阿叔在准备煮白饭，这是白饭啊。阿叔很会做饭的、他还会烧火点火的，很厉害。你平时都是？在家做饭了吗？以前平时都是你。
在家都是你做饭吗？嗯，因为爸爸妈妈他们也有他们的工作嘛，所以呢，我们呢在做晚饭，阿叔呢在煮菜啊，他刚煮那个白饭好了，这个是白饭啊，然后呢，这个是鸭肉啊，在煮鸭肉，大家，然后那边是豆，啊，阿叔煮的豆，阿叔很会做饭，大家，他还会点火去拿柴来煮饭。谁娶到阿叔就是幸福三辈子。没有。闲三辈子啊。阿辉这边在搞那个新鲜水啊，大家。因为阿叔的爸爸和妈妈很喜欢吃。所以呢，我们就表演我们的才艺给叔叔阿姨吃啊。这个是鲜水，我刚做的啊。现在我们呢一起做晚饭啊。现在在煮，鸭肉快熟了。阿叔也煮他的菜好了，现在阿辉倒他的菜，阿辉做那个新鲜水。阿叔饿了吗？嗯，还没，因为今天我吃中午很晚。中午饭午很晚。嗯。这扣扣的。这是炒那个新鲜水的肉啊。肉和骨头。肉和脖子。是骨头。嗯。在这里很暖和啊，大家。把的。这个火好大，大家，很快，所以做饭很快的。如果有肉来这边烤就，最快，好吃。那就开始做这个新鲜水。一勺水，是水和味精。一勺，里面肉是熟了，大家。鸭肉已经煮熟了啊，下面就接鸭肉，大家看。在砍，这个是都是瘦肉，很好吃的。哇！大家看这个鸭腿，喜欢吗？好大。然后我们这边的新鲜水已经冻了啊，冻了，大家，这个冻了，大家看，已经冻了，所以吃了，准备开饭啊，现在准备吃饭了。会不会那个奶奶在这呀？这是我们的晚饭，大家啊，有鸭肉啊，有猪肉，有豆，
然后啊，新鲜水啊，大家。今天呢要喝酒了，不醉不归了。这是、啊、阿叔的哥哥家啊，不是他家，是他的哥家。现在我们呢准备吃晚饭了，大家。咦，那猫嘞？你帮我一个手，我的。我们现在就、啊、跟、啊、他们家一起吃晚饭，大家。阿叔、啊、在、啊、打饭啊。现在来吃饭，请灯。对。今天呢，跟阿叔的家庭一起吃饭。来，给对来。就叫那来。来，给来。哦，有多少呢？热呢，热呢。một mình bà trông hai cháu. nó ăn đỗ. Ăn đỗ à? Cũng không ăn thịt à? À, trời, tưởng ăn thịt. À, Asu là gia đình rất热情à. Asu 做饭也很好吃. Đấy, 大家有有空来越南可以来 Asu 家做客，他会做那个鸭肉，炒菜。大家会做新鲜水，请你们吃。对，好，请大家跟我们吃饭。找麦猪那个，过那个干呢？用先尝一下这个鸭肉啊，这里养的鸭肉。这边的鸭很干净啊，大家，它的肉都是瘦肉的，没有肥肉。因为这边他们都，这家都是跑步爬山，他每天都锻炼身体，所以呢，他的肉很硬啊。真的哦，好甜，那麦麦安腿麦。好吃吗，辉？大辉刚吃了一碗新鲜水啊，大家。小叔来尝。阿叔来，请你。đông rồi đấy nha, tung rồi ta chơi, chơi lại chẳng xa chứ cơ, xin xin chuyện, cô làm bát đi cô, à cô ăn cơm xong, cô nếm xem vừa, rất đẹp, để chanh đây nhá, khô vắt chanh vào nó mới ngon, phang đình mỡ ta chơi. À, để trước mặt em mới sợ. Cho chú đi. Chú ăn một bát à? Chú ăn một bát à? Thế ai ăn nữa? Chú ăn đi. Chà, chẳng sao chứ cơ, ta chả khác. Ui, cứng luôn rồi. Ừ, nát giòn lắm. Nhỏ, ta chả khác. Ăn thêm đi mà. Inh nè, ồ. Căng căng. Ngon. Chính ta chà. Chào mừng cho chúng ta mới giao về truy rồi. Cháu đi thôi, cháu có một tí cháu. Đây, cháu đi xì chú. Cứ cầm đi ạ. Em ơi. Không. Em cầm đi em. Trời không có anh như này. Cầm đi. Vậy hôm nay là anh như này mà em ngại. Lần đầu cháu lên nhà chú mà được như này là tuyệt vời quá. Thôi cháu đi về đây nhá. Vâng. Cháu chào cả nhà nhá. Vâng. Cháu chào cô nhá, cháu đi về đây. Chào cô ạ. Cháu chào cả nhà. Ok. À đây.